哎、欸，我是 MB 大雄 ，Much Bear。今天呢，我跟阿轩出门去逛了一下以后，他在回家之前硬塞了一盒这个给我。我现在呢，因为我还不懂他的这个日文是什么，所以呢，我等一下呢，打算打电话给阿轩，偷偷的录下来，顺便开箱一下这个东西是什么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好打电话给他吧。喂，喂，你好。你在干嘛？刚到家，我在看31集啊。看屁，看屁31集啊、喔！怎样啊？你塞这给我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是去年本来就要送你的东西啊，只是因为我去年去日本的时候，我说我电玩要塞就送你，一次把礼物送了也不太好，对。所以我现在要来拆这个东西了吗？拆这个东西，你还没拆吗？我不知道是什么啊。哦，你不知道是什么？对啊。我以为我包装包的那么空气，你应该看得到哎。所以我现在就是没有，因为我日文我也看不懂它是什么啊。那就你怎么当初你怎么对米奇的，我就怎么对你、啊。是这样吗？啊，你一拆开来以后就会觉得。可是我觉得拆开以后，我应该会直接把钱塞给你或汇给你。看有没有这样子、啊。我就说我不收礼物啊。那就啊，如果要的话，你就是明年如果无敌没有出的话，你可能就是要去日本工厂偷一只过来。我就会揍你，我讲。那我现在先拆了哦。可以啊，只是我有点担心我会不会拿错，因为应该没这是什么东西，因为我刚刚看它等级 X， 我不知道它什么东西啊。哦、嗯，那我要怎么开啊？就拿美工刀把旁边的胶带割开、哦。等一下，为什么是中笔？是中笔耶、欸。有，请问是轻的还是重的？因为我不知道。轻的跟重的是什么？轻的是里面是空的，是不是？对对，是我开的。而如果重的那一口是没有。可是刚刚连胶带都还没拆过啊。对啊，我想说我应该有拿對。你会隔空？你会隔空取模型？全新未拆封啊。好啦，我拆开了、哦。哇、啊，阿轩这个礼物很重本，不行，我一定要把钱拿给你。哦，这样，他不用啊？唔通啊？哇，等一下，嗯，是梦幻艺品？还好吧？等一下，我来拿起来了。哦，啊啊，什么东西掉了？肩膀的那块锁骨吧，叶小不是。上面一个塑胶小垫片。哦，你要注意，他的肩膀上面有一个锁骨，那个零件是会活动的，所以左边的好像比较会掉。左边吗？哦，你说这一块那个另外加上去这一块刺这一块。对，就是两块很像扳手那个东西。哦，是中臂。你们之前就有一只，还在那边哦，为什么？之前那一只那可动根本就是挫赛啊！不会啊，之前那只可动也很强啊。不一样啊，这只完成度很高，好吗？之前那只的缺点只是前面有涂装，后面没涂装。靠北啊！就是一个穿后空裤的概念而已，不然那只其实我还蛮喜欢的。这只实体看起来很棒哎、欸。蛮好的，我是觉得如果你是用原价买的时候，我觉得这样 OK。但是如果你是用炒作价买到的时候，你一定会觉得很大很大。我绝对不用炒作价买啊，就直接放着让它去了 ，Let it go。那问题是它又很贱啊，那就是卡在那个很关键的那个转折点，又是大魔王，就是好吓怕啊！而且它还有那一把弓，有啊，那把弓可能会比较装起来比较奇奇，会掉吧什么的。它两边很容易打开，零后。你说哪边啊？哪个两边？它的哦哦哦，它原来它放在那个盒子里面是没有装起来的。对啊，它没有装起来。它中间有一个插、嗯，中间有一个东西可以卡在一起的。因为我后来想说，我送你这个东西好像没差啊，因为你看嘛，就像分期付款的那我们认识那么久都没有送生日礼物，所以十年送一个。不需要，不需要生日礼物啊。一年大概送你200块的小转蛋而已啊，就差不多。所以我从明天开始要开始偿还每一年送你200块的小转蛋。看你会不会一次送给
前面想说是去年好像直接给你就好，想说哦，反正就这样子而已。啊，知道了，放了一年以后，怎么会越来越夸张？他肩胛骨那两根是可以动的。你说肩胛骨那边哦？你说那两根吗？对啊，那两根我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他原来好像是做造型，可是他好像为了让他不要让它容易坏掉，所以他要把它可以拆下来。应该是雨刷吧？雨刷什么意思？就热好的时阵，也让乳结乳结了。哦，是哥。然后我跟你讲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哦，可是我觉得你应该会揍我。你有猜到有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吗？什么事？你可以猜猜看，趁现在 ，right now。盒子撞到是不是？不是。嗯。盒子撞到你怎么会揍我？因为已经是我的东西，有什么好揍的？嗯。猜猜看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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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猜猜看啊。什么事哦？我不知道。你在录影是不是？你在直播？我在拍摄中。哦，你在拍摄中哦。哎，你怎么没什么感觉？没有，我很想说，哦，是要干嘛？我想说，阿轩拿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给我，而且我说过不能送我礼物，所以我一定要拍下来。到底要拍下来要干嘛？拍下来作为呈堂证供啊！而且我现在在捏泡泡纸，让泡泡纸的声音都收进去了。没关系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我到时候剪出来能不能剪出什么影片来。应该是不能剪出什么影片，顶多就只能成为就是命案现场的黑历史之类的嘛。对啊。所以阿邦等一下会用他的中国信托的账户汇5000块给你。没有啊，我明天会拿出2000块丢给你，还给我打折，枪就丢给你，把这个拿去卖，拿去卖，我看还没可以买好多只母的。他的武器很难拿呢。哦，可是我不可以，我不会给他拿武器，我是给他用那个莲花手啊。哦，那个总比姿势。对啊，通常都马上用莲花手来给他拿武器啊。没有，只是想说哦，我既然都要开箱，我就是要先来装一下武器看看啊。我跟你讲，你那个武器哦，你不要装上去，把手装上去再拿武器，你应该先把武器套在手上。对啊，我就是这样子啊。对啊，然后再慢慢。啊，那在那个手腕那个地方小心一点，因为那个白色有的时候会粘上去，对不对？而且他武器两块，容易分散。哦，对啊，他后来从不晓得是哪一个出啊，车等级里重出了之后，好像有稍微改进一下。而且我现在为了怕说我那个收音会收进等轰的声音，我直接把等轰敲开，热爆。对，不要那么牺牲嘛。那我刚才想说要不要开冷气呢？啊，好浪费电哦，热爆。那就开一下还会怎样？没关系，我现在要装可怜，到时候那个我在 YouTube 上面的时候就是一可怜了。所以到时候如果我的 YouTube 影片出现你的声音，你不会怎样哦？嗯，这还好吧。你应该不会对我提出告诉之类的吧？嗯，我可能会想说，请你把你的抖内汇来我的部分。重点是我也没有抖内啊，根本没人订阅我、啊。36、欸，不是新增一个订阅，但是还是36。对啊，代表有人取消订阅了。不要啦，我不想在我的影片里面讲出这么可怕的话。这段真的没问题。没关系，这一段一定要剪进去。居然吗？所以你现在怎样进入开箱的拍照？没有，我现在已经在一边录影，然后一边讲一些垃圾话。没关系啊，到时候就顶多就整片全部放上去，连剪都不剪了。而且看关节也没有啾啾声哎。嗯，大腿骨关节那边还是稍微注意一下。我这一只没有啾啾声哎。啊，可是我不把钱拿给你很奇怪哎。为什么？因为我都已经决定好要跟你买了说。那我没知道，你就好像你从去年开始讲说要买的时候，想说就送你，只是因为啊那个时候多买一条腰带，想说一次送太多好麻烦。可是我最近身上有钱钱呢、欸，确定？嗯，那没知道。你不收，你这辈子没机会收了。啊？你现在不收，你这辈子没机会收了。没知道，你明年再买那个无敌给我就好，我要电镀版的。晚安。我跟你讲，我买这跟这套的组装版漆成金色给你。哦，这支完成度好高哦，我是不是应该要上点墨线会更好？看你啦，我是觉得不用上墨线，你灯光打一打，它还是会有那个线条在。好热哦，我觉得我的录影应该要结束，我快热死了。好啊，那我们就今天到这边了，拜拜。阿轩，快点帮我跟频道讲说要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。哦，订阅、按赞、按别的记得分享。订阅，哇。欸，这样子你会抄袭，他会告我的。抄袭谁啊？帮忙。对啊，北七啊。好，今天的阿轩恶搞以及僵尸就到这边，下次见，拜拜。记得订阅、按赞以及分享，阿轩，拜拜。拜拜。